中学生的下线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坐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Thank you.
9-9。开局之后呢，双方还是打得比较积极啊，这个整个进入状态还是不错的。但可以看到，在这种中学组的进攻呢，实力并没有太强，但是整个双方的拦防还是比较认真。哎，这个球二号位反击没有传好。石龙中学也是反击当中，二号位的进攻呢，这个球被拦在界内。保护的还是比较及时的，比较可惜是裁判判了太原队的这边触网。这个球发了一个长线，上手一传没有接好，直接接飞了，10-10。一传到位，快攻掩护四号位拉开，这个球被有效撑起。程诗雨的反击，来看一下四号位的一个高球，这个球轻打，打到拦网手之后呢，落在了太原30M的空当。这个球我可以看到啊，这个射红中学后排自由人取位还是非常不错的，又是有效撑起反击，这个球没有上好，四号位的一个拉开处理球，刘梦冉的反击，这个球打手出界。一传到位，直接掉了一个2-4。还了一个2-4啊，这个球员在场上还是非常有较劲的，这种球对方打一个2-4我也要反掉一个，虽然没有吊死，但是对方呢可以看双中学无攻球之后，太原30M在反击当中四号位的一个拉开是非常快的，打直线李宇杰发球找前排主攻，一传没有接到位，自己再来打调攻，反击机会给了一个后二，有效拦回，石红中学反击，哦，这个球传的稍微开网了一点，但是呢拦网破坏，反击速度双方其实都挺快的，一传接到网口之后，太原30M二传手黄雅文直接的一个2-4球，这个球比较上网，然后呢这个球也是高度正合适，2-4掉的威胁非常不错，侯雅轩发球失误，
这个球也是啊，再次的掉了一个二次球。那一传还是比较冲网，球发的一个中区下沉，球的性能很好。一传顶网口，二传也是因为在前排啊，顺势的一个掉二次。哇，这个球推的非常的有质量，可以看到推的那个位置呢是二排后这个后传，后排二传的一个位置，因为二传在反击当中要插上，插上当中呢留了一个空当，十五平。潘胜男在四号位，这是打了一个直线，二直线。魏灿发球这个长了一点，接外球。双方也都是想通过拼发球呢再来抓反击的机会。后排防守取位比较准，那球没上好，还是只能来打调整功。直接掉了一个篮网身后的空当，脚下还稍微差了半步，没有够到，但这个跟掉意识还是不错的，已经跟到了四号位的这个后篮网身后，找前排的主攻，这个球也只能来二号位打调整攻，处理球。石龙中学的拉开球稍微有点开网，漂亮！这次反击当中呢，太原三实验的速度是很快的，防守的质量比较高呢，通过有效的平网攻拉开的速度也很快。李宇杰打了一个二直线。发球针对性非常强，那这边可以看到太原三实验就是通过来发前排主攻破坏他进攻的节奏，而且他这个一传也没有接好，当然自己也没有抓住反击的机会啊，这个推攻球想去推一号位的大长线，这个球出了底线出了边线，17-18。回周发球这边呢，一传到位之后，二号位的一个小半高球调整，暴露性比较强，被拦住了，18平。一个平冲的这个发球太长了。作为这次比赛的揭幕战呢，这双方进入状态还是比较快的。三号位想起来打快攻啊，这个球还是比较暴露，进快球和半高球之间吧，这个球整个呢配合上也是没有那么的默契，还是发了一个长线，打一个交叉。射红中学队请求第一次暂停。在连续进攻被拦之后呢，射红中学叫了一个暂停。但是呢，其实这几分一传已经是到位的，一个想组织三号位的一个快球，然后呢被拦，接下来又想去来通过一个战术跑动进攻，依然是被拦住了。暂停来改变一下节奏。
看的，你知道吗？一来往完的，长线流水的，短线顶进来就疯狂的摘的就行了，好不好？好。然后走另一个，蓝的走，不要直接给他走。好。啊。来教一教我们，调教。稍微拉开球，有一点进网处理球，这一攻没有打好，反击当中还是想拍一个中直线，依然击毁四号位的一个高球调整攻，传的稍微有一点开网，依然是没有打下这次的一攻，包括反击呢也是自己的一个失误，攻传配合当中呢还是需要再默契一点。高诗墨发球，发了一个长线。这人发球还是不错的，你可以看到他的发球都是发长线追凶，比较难接，而且呢发球也比较稳定。但是这次的进攻呢，可以看到射洪中学在看到双人拦网之后掉了一个拦网身后的空当，后排跟掉队员稍微慢了一点，一传到位，快攻掩护的二号位，这球卡位非常准，也很敢打。圣洪中学在反击当中的二号位后攻平打打手出界，前排复攻反应还是比较快的，球弹网打了一个二直线，整个防守节奏是受到了一些影响。也是在局末呢利用了第二次暂停，因为场上发生问题啊，这些年轻的小队员们需要教练员及时去提醒，在场上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也能够让他们的应变要更好。开始乱打了，他就是都刚刚的接班很明显，不要给他走，好不好？别急，你们太着急了。小队员其实在场上就容易去着急，有的时候比较兴奋啊，这个都是更多都是发力。球稍微短了一点，可以看到整个的太原三实验中学在整个处理球互相弥补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攻传配合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也更好。刘梦然发球，一传到位，这球传的还是很高啊，处理球，哇，漂亮！这次在太原三实验是在反击当中打了一个后三，整个的节奏是非常好的，24-20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一传没有到位，只能先无攻球，球没有上好，反击也是打四号位强攻，这样呢在局末阶段呢，太原三实验通过两轮高质量发球抓了几个拦防，有效的反击也是在局末之后呢把比分拉开，拿下第一局。双方整个从第一局的状态来看呢，太原三实验的整体配合要更加默契一点，尤其是他们的攻传的配合当中，网口的进攻的质量还是要稍微的。
发球。二号哥发球了，哎呀，看着你，我的天哪！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一传接到三米线，四号位的一个拉开球，非常敢发力。球发得好，一个过网的下沉，球的性能非常好。何一周继续发球，漂亮！这是我们在第一局局末也讲到啊，这个太阳三十安的整个配合还是要更好。这也是一传到位之后打了一个短球。王亚文看一下他的这个发球，跳飘球找前排主攻，自我保护，轻拍，漂亮！这个球啊，也是在进攻当中最后下手的这一下呢，拐了一个直线。球比较上网口，被太原三实验室拦了一个探头。反击，二号位。这次进攻呢，可以看到太原三实验的接应刘梦冉，这球想打直线，没有打过网。球发的质量还是很高的，但是一传这边也到位，打交叉。赢下第一局之后呢，在第二局太原三实验整个的进攻更加流畅，也是去来打一些战术进攻。推攻球上好，啊，漂亮！这是在两点攻的情况下，那二传手掉了一个二次。
跟进保护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好球，前扑的一个救球，调整没有调整好，只能先处理。反击当中那个球也，哎呦！因为呢，可以看到自己的队友主攻手去来防守，倒地之后，在前排两点攻的情况下，只剩下了一点攻，也只能强行组织一个快攻。攻传配合出现失误，高诗墨发球。这应该是双方今天在场上最高的队员啊，1.84米。快攻掩护的拉开，可以看到世宏中学虽然是在一传到位之后想去通过快攻的战术掩护来拉开到四号位，但是整个进攻的节奏跟速度呢，相对来讲并没有那么快，整个弧度还是比较高的，这边呢形成有效的双人拦网，发了一个大长线，漂亮！8-4，分差呢在第二局是已经拉开了。漂亮！刚才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反击节奏是非常快的，四号位的一个拉开，这样呢，社会中学在被迫叫了一个暂停，在第二局之后，他们的一攻打得比较吃力。好，都相互提醒了的啊，他这个高调球退多一点点的球，听到没有哈？你看感觉跟我们平时的判断稍微远一点的，离球远一点的，明白？好，来加油！好，加油加油加油！有几方块走得快的，下来赶快上，有就赶快抢下去，好不好？后排。回到比赛，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由腾讯视频、腾讯体育为您直播的2021传统高校的排球联赛。这是非常聪明啊，看到双人拦网之后呢，掉了一个回手线，在拦网的身后打开之后，可以看到太原三实验呢，在各个环节当中都是更加放松，技术的这样的一个运用也更加的合理，也更加的稳定。一传先起高，打背飞，节奏还是稍微差了一点。好球！虽然说攻传节奏稍微有一点点的小偏差，但是呢，被动的一个吊球吊在了拦网的后方的空档上。有效撑起，上好球反击，四号位拉开，哇，太快了这个节奏。太原三实验慢慢的找到自己的一个比赛的感觉。李宇杰呢，自己上好球之后呢，在这是打了一个短球，可以看到他们整个进攻的弧度压的是非常平的，整个速度也很快。又是一个过往的中区下沉，通过高质量发球去直接拦了一个探头。射红中学队换人，四号下，十一号上。射红中学这边也是换人了，换了一名接应，十一号张爱雪替补出场。这段时间，尤其是从第一局后半段。
中国中学一传的质量还是稍微差了一点。你看这个球上来之后，一传还是没有接好。刚上来就被追着发。其实一传这个环节还是要自信一点，越敢接这个球可能接的质量越高，越不敢接这个球可能是越不好接。自我保护。哦，这个球是强行去组织一个快攻，明显可以看到这个太原三实验在放开之后啊，也是什么球都敢去组织啊，这是想去组织一个远网快攻，稍微低了一点，出现一个失误。徐海平发球，好发球，一传保证也是不错的，后三。篮网有效撑起，整个的反击速度是相当快。可以看李宇杰整个的身体素质很好，他的整个的上部这个背攻，然后呢这个非常舒展的进攻。一传又是直接过网，触网了，这个球比较可惜。太原三实验的攻传配合并没有完全配上，但是呢申花中学自己的一个拦网失误，离网太近了，身体没有控制住。那好发球，又是一个过网下沉，漂亮，反击的速度相当快，平网攻，二号位的一个背飞。申花中学也是只能被迫再次暂停。回到比赛，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由腾讯体育腾讯视频为您直播的全国体育传统校排球项目比赛。还是一传接不起来，哇，这个球啊，这个球也是申花中学奋力的去救球啊，最后一下呢是擦网，改变了一个球的这样的一个轨迹。太原三实验的拦网没有摸到球，还是着急啊，在落后当中呢想去通过拼发球。再次在反击的快攻得分，整个的防守质量是非常高的。可以看到太原三实验呢，这种防守球基本能进到三米线，而且整个起球的弧度非常好。二传是有很好的一个节奏来去组织有效的进攻。四号位的一个拉开，哎呦，这球哇，脚崴了吗？看这个样子还是挺痛苦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可能是拦网的时候踩到了进攻队员的脚，可能是脚崴了。
再来看一下，哇、哦，这也是落地的时候，进攻队员是有一些脚踩线了，但是拦网呢也是比较近，左脚可能是有一些扭伤。排球项目的比赛还是要持续将近一周的时间啊，尽量还是要先看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如果黄雅文伤的，我们当然希望他不要伤的太重，因为他可以看到在第一局之后包括第二局整个战术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是做得非常不错的，整个球的传球的质量啊，包括球的组织战术都是非常好的，对于泰山三十战来讲还是有希望去争取一个好成绩。那么队长下场之后呢，还是要去示意裁判员场上的队长，也是被迫当中需要去来进行一个人员调整。这个时候也是要去考验太原三实验中学的这样的一个替补队员的这样的一个板凳厚度了。换上了替补二传二号张新宇。这是主裁判和双方队长来交流，进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场上的沟通，只有队长可以跟裁判员进行沟通和包括问场上轮次这样的一些问题。一传没有接好，只能先调整到四号位，轻排球自我的一个保护。这个球还是不太应该啊，这个太原三实验在后排的一在四号位的一个处理球，圣红中学后排防守直接接飞了，19-8。好球，反击当中呢也是二号位打了一个调整功，大斜线。还是一传没有接好，直接送了一个探头。今天在发球环节，太原三实验呢针对性非常强，基本上都是来追发社恒中学的前排主攻。这个球发得很平，四号位的调整攻，比较着急，直接扣球失误，21-8。刘梦冉这个发球质量还是非常高的，二号位调整功再次被拦住。圣中学整个的进攻还是节奏比较慢一些，球比较高，那么有很充分的时间呢给太原三实验组织有效的集体拦网。再来看啊，这个球平网攻传的比较高，那可以看到断拦网，整个手型把控是非常好的，左手往里包的这一下
换上了四号。这是自防自扣的一个得分。今天程诗雨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接一传的数量，包括在反击当中在四号位进攻的数量都是比较多的。好漂亮，这是通过一个晃传二号位的一个空门。这么看的话，太原三十安的替补二传也是很有实力啊！一传到位之后呢，战术进攻，快攻掩护二号位的一个背扣。漂亮，整个攻传节奏是真好。六号李宇杰的身体素质也是相当不错的，四号位的一个拉开球，这个球几乎是在空中啊，有滞空，有腰腹，有拉，有这种拉臂。这样呢，第二局比赛太原三十安是25-10大比分取胜。我们稍事休息，看一下第三局的比赛。
们来看一下第三局比赛。好球，这是今天为数不多的一个快攻得分。石恒中学在一传到位之后，三号位打了一个近体快攻。吊篮往身后处理球，这球没有上好。还是反击的机会自己没有抓住啊，这个球有点着急。十六号程诗雨的平打，这个球是打到了界外。战术球应该说今天也是打了几次的交叉进攻，那可以看到石恒中学整个战术球的这个弧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整个节奏偏慢，给了篮网更多的时间。高诗墨发球，还是找前排主攻。机会，这个球不明确啊，哎，好球。很难通过太原三十站的拦网，又是四号位的一个高球进攻呢，被拦在了街内。这个球拍的线很长，太原三十站的反击机会，二号位的一个背屏，这个球弧度稍微低了一点。四号位的高球漂亮，这次呢是反击当中四号位的平网攻，节奏还是非常不错的。想去发一个长线，这个球稍微长了一点，界外球。这边一传，寿丰中学是再次出现失误。就是在一传环节呢，寿丰中学今天的表现不是非常稳定。一传到位，这是通过一个快攻的战术球打了一个。再来看一下这个角度，打了一个背快球，吊篮往身后。漂亮，中传麦克的节奏相当好。太原三十站的胡雅轩打了一个近体快攻，哇，漂亮，这个球稍微短了一点，这是切了一个腰线，
双中学后排防守的取位是往里收了，这个球没有防起来，7-4。漂亮，拐了一个直线，魏灿在四号位的一个调整功呢是拐直线。打手之后，这个球改变了节奏，落在了后排的这个空档，打了一个二直线。这个球也是啊，打了一个一号位空当，确实在这个位置防守这个大斜线当中呢会有一些空当，因为二传可能会要往前提一点，及早的一个插上。连续的追分，7-9。又是反击当中啊，拐了一个直线，这个球落在街内。这段时间呢，世恒中学的14号主攻手魏灿还是下手很果断，裁判判了一个街内。就是在连续丢分之后啊，这个一攻打不下来，那一传的压力就越来越大，尤其像对于年轻的队员来讲，看看他们怎么来在场上做调整。球发的还是比较平冲的，有一定的威胁，9-9平。一传还是没有接好，保护的非常及时，这个球没有打上力量，调整，哇，漂亮！太原三实验的主攻啊，6号李宇杰在整个场上控制球的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个球一个被动的后三，这是拍了一个，其实就是一个顺手线，应该说世恒中学自由人的整个取位还是稍微差了一点，习惯性的往里收。没有抓住这次的一个有效反击，那自己在一传当中又出现失误。一传再次出现失误，机会，这球上好，快攻掩护拉开，节奏非常快。12-9。
完全跟不上，这个篮网被副攻整个吸引住之后形成一对一。这是一个反轮，哇，这个追求速度太快了，这真敢传。这是被动当中的左手处理球，篮网出界，这是造了一个打手。哇，这球这么看还是有些掉头啊。还是这个点拍的，这个落点非常不错，拍在了一号位。这个运气球真不错。这段时间太阳赛时代呢也是在这个反轮，净在四号位，这个球是防守之后副攻下意识的撩了一下，滚网落在了圣中学的前排。姬哲云发球，这个球也是发的比较平冲，一传到位，进攻当中的一个触网，可能扣球在最后这一下手抓到了网。这是抓了一个非常好的反击球，通过高质量发球呢，然后反击当中在四号位的平拉开，节奏很快。好发球，依然是中区下沉，落点发的非常刁钻，基本上是一个压线。都在拼发球，然后呢去有效抓篮防。找前排主攻，自己再来打拉开。拐直线。程诗雨在四号位反击当中拐了一个直线，这样呢圣红中学把比分追到了14平。看到没有，打死。还是在这些机会球当中有一些不够细腻，保护的时候直接送了一个探头。当然这种进网球确实不是很好垫，那么很多情况下可能是尽量往稍微往后来垫一垫，然后再去抓调整攻的机会。太阳三十人是通过一个蓝探头得分之后呢再次领先。高诗墨发球质量还是不错的，因为他身高比较高，那这样的话他这个球往下砍啊，这个威胁还是很大的。15平，哇，漂亮！这几乎又是一个空投。
好球，进攻整个线路还是太单一了，就是比较规范。嗯，漂亮，这是反击当中的一个平打。抓住，可以看出这一分的整个篮防防守当中呢，前排主攻手十六号程诗雨还是有些着急啊，其实这个球完全可以放给后排队来防，自己还能更好的来抓进攻。自由人一传到位，四号位的一个拉开球，哦，漂亮，哎呦，这个球啊，最后是压在线上。反击速度是相当快的，整个攻传的节奏。好球，整个处理球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季哲云在这一分反击当中呢是一个吊球，比分再次被拉开之后，盛虹中学的主教练王海也是抱歉，这个蔡春霞也是被迫再次请求暂停。先出一点，你把二号人到噻，是不是？好，他也没得好大一个，他们的上面是，嗯，好，不要捅捅，他们脚特别快，嗯，手快一点嘛，啊，尽量又拍又打，好，啊，嗯，这个球还是点拔的比较高，然后呢轻搓了一个篮网的身后吊球，因为开网球并不是很好拦。这是在关键分当中啊，一定要减少自己的失误。真快，就是通过快攻掩护四号位的一个平拉开。季哲云的进攻当中可以看到，再来看一下整个斩斧然后拐直线，泰山实验的两名主攻手真的是整个进攻的能力是很强的，而且身体素质很好，又被判了一个持球。盛虹中学队请求第二次暂停，这样呢，盛虹中学再次请求暂停。
好了，你可以加速；球不好，你就该稳的时候要稳住的。不是说我不好，我也硬要加，攻守就很困难，好不好？而但是出来你们攻守不要说我他不舒服，我也不舒服。对，他不舒服你想。加油加油！就这，我老火了。暂停结束。太原三十任队换人，五号下，十号上，来上，四号下，十二号上，在局末阶段呢，太原三实验中学也是进行了一个两点换三点。好，抱歉啊，这边就是进行了一个两人次的换人，换上了，好球，这球防了。漂亮，你看这个反击的质量是相当高的。这个球传的稍微缩了一点，整个是传在了篮网的手上。高诗墨1米84的身高，刚才也讲到在今天场上是最高的一名队员，高度是非常有优势的。这样呢，今天的首场比赛当中呢，太原三实验中学是3-0战胜了四川射洪中学。对于像年轻队员呢，也是在场上拼出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比较可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呢，二传手黄雅文是在篮网当中出现了受伤，也希望他不要伤得太重，能够尽早康复回到比赛。那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在稍后继续会给大家带来第二场比赛的直播，我们稍后直播见。